因为在地，所以在意。本期的街道规划，高楼大厦林立，是许多人初到林口的第一印象。你可曾想象，沟在哪靠是什么样子呢？1968年起，政府计划在林口成立新市镇。1975年，政府发布实施以中山高速公路林口交流道为中心，包括了林口特定区、工业区、住宅区等规划。1985年，林口新市镇第二期完工后，停摆了近13年，直到1998年，随着人口大幅成长，第三市期同时推进。林口在历任市长的带领、整个行政团队的努力下，逐渐蜕变为活力十足的宜居新都市。蜀军从1998年开始，以乡民代表的身份为大家服务至今。升格12年，你看到的改变。家园，幸福的城市。